大家，我们今天准备了两条绳子，我们今天要实测看看，真的被绑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挣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好好，试试看哦，来，一，好，好，开绑。歹徒绑架别人的时候会先提醒你。开绑。首先呢，我们第一种呢，就是我很紧张的情况下，我还没有把它完全的固定的，就是不太会绑的，痛不痛？还行哈。正在看风景，最后你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样啊！救命啊！这样子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谁来救我？等一下，叫你妈妈拿钱来，不然不让你走。我们要计时开始了，看多久会挣脱呢？开始计时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四、五，可以吗？这是笨蛋歹徒绑的。九、十、十一，啊，好强啊！好强！你花了13秒就完成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一个不是笨蛋歹徒了，这次要认真绑哦。聪明歹徒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你确定够？确定？要确定是聪明歹徒。快快快，跟我讲，我要用力喽。这歹徒话很多哎。勒喽，勒喽。很紧哦，很紧哦，很紧哎，很紧很紧很紧，认真很紧，认真很牢哦，认真很牢哦，分两头绑的，动不了，死结死结啊！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，死结哦，完蛋了，死结死结，好，换脚换脚。等一下，情境句是：歹徒出去5分钟买饮料。那歹徒要帮我顺便买一杯吗？好。他认真想要让我死，等一下石门水库没关哎，歹徒。要出外买饮料了，倒数开始，歹徒去买饮料了，赶快赶快赶快！哎，倒数15秒，买不买？你渴望力量吗？将毁一旦、哦、有没有人要救我？我不是去买饮料，可以放弃。我去买饮料，我这边再帮他计时。哦，你叫外送了，叫外送，叫外送。有人？有人吗？一分哦，旁边冷眼旁观哎、欸，拍摄者不救，等一下我也让你绑一下了，要不要？不解开不回家，这样子回家。对，可以可以，你要离开了吗？你要来离开这里了吗？可能要一直用，然后去割去磨那个，去磨那个尖利的东西。3分20秒，剩1分半了，你好久十秒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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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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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哇！脚的怎么那么紧？1分钟，60秒，不要紧张哦。四一，四十，三九，三八，三七，三六，歹徒要回来了。30秒，歹徒要回来了，你要逃，会成功逃脱吗？36，耶，成功，成功，这个是没钱歹徒，救命啊！啊，谁来救我？太吵，可以，第一人称绑人，第一绑，手也绑起来，完了。好，手指也绑起来。天哪，他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这个是，我竟然没有办法打结啊！对 ，OK OK， 开始，保持冷静。你这个，哇！突！我看那个 FBI 加的耶！哇，讲不讲冷静，保持冷静。哎呀！我靠！哇！那你刚刚用什么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刚刚好像有勾到一圈，觉得它是结的地方，但是好像又不是结，但是把它弄松动一点，就有一点空间可以用力挣脱。了解，有一个地方让它松一点。对。用力扯，小细节。那脚嘞？脚刚刚好像花了一点时间，因为脚刚刚那边太紧了。
指甲。哦，有做指甲，哇，好险，指甲都没掉。真的要保持冷静啊！看你能跳，说明跳一跳可以找到出口，或者是呼救、呼叫也可以。我刚才真的绑超死的，死结、死结，看我的手就死掉了。死结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网络上有教一些方法怎么挣脱的，嗯，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记得追踪蹦蹦的抖音。